没关系，还不错。今天终于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家的沙发。那这组沙发呢，是从五月的时候就来我们家，现在已经快要八月，所以等于是我们已经跟他相处了快要三个月的时间。我觉得现在的心得会比他刚来的时候分享，现在分享会比较准确，因为已经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今天呢，我会分享我的心得，还有我老公的，因为我们就是男女，然后身高体重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这样子可以给大家比较好参考。我们家这一组沙发呢，就是在嘎咕买的，这一组的型号是 Swan。 我之前去逛展厅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分享，那时候询问度没有那么高。那他来我们家之后呢，就非常非常多观众问，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颜色。我的这个沙发的颜色，它是以色列猫抓布，然后这个颜色呢，它是就是奶茶色。然后我会挑这个布料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虽然我们家没有养宠物，这些宠物是我婆婆养的，她今天就是暂时在这边跟她追着玩。像如果你们家有养宠物，我就很推荐你猫抓布。那以色列猫抓布呢，就算是品质比较好，但它价格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我使用了快三个月，它也没有起毛球，这个布料也不会起毛球。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女儿她常常吃东西，吃饼干啊，吃晚饭都在上面勾来勾去，像她有时候就是会勾到一些饭还是饼干，上面就会黏黏的。翻倒水，她很常这样。你看我还是保持得这么干。如果你翻倒水啊，粘饭粒饼干在上面的话，你不要去拔掉干掉的饭，你就拿湿纸巾擦一下，它就会掉了。因为我们家就主要是白色配原木色，那这一组沙发它就是那种很日系的风格，摆在我们家看起来非常舒服。这一组沙发其实摆在我们家的客厅，它有点大，因为我们家客厅并没有这么大。你看像餐桌在这里，它的位置有点尴尬，因为我们现在是租屋，那未来如果有买房子的话，可能就会后悔把它缩小，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缩小。如果你们家没有办法放这么大的沙发，因为现在可能家里都比较小，空间比较没有那么大，那如果你也很喜欢这个款式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客制的，就可以缩小。甚至如果你们家的客厅是更宽敞更大，你想要把它放大也是可以的，就是完全客制化，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跟家配师讨论。我身高是153公分，我老公是185，你看他那么高，他都可以很慵懒的坐在这里。他坐在这个 L 型贵妃这个位置是可以躺着的，非常舒服。要不要讲一下你的心得？很少有沙发可以就是让我这样子脚啊跟身体可以直接这样躺着都不会超出去的，是落空啊怎样啊，应该是我看过最宽敞。它这个坐身算是我逛很多间看过最深的坐身，这一组沙发也是嘎咕他们家最深的沙发。那么阿嘴儿也要分享一下他的心得。再来是我觉得它还有个超棒的优点，就是它底下这里
它底下这里很宽，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扫地机器人是可以进去的。然后因为我有两台吸尘器，我的那一只小的是可以进去把里面吸得超级干净的。你觉得硬度你喜欢吗？可能就是不会太硬，对，它就是软硬适中，很刚好，我觉得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实一只手就可以往前抬，它往前的话就是这样，三个都可以往前。然后我们家平常就是都把它往后推，因为我就是喜欢慵懒，我喜欢坐在沙发上就是很废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低椅背，那你就可以不要加购头枕。它原本的话是一个，那我自己是三个，因为我觉得我蛮需要头枕的。你看这沙发超舒服啊，睡着，就是你可以像它一样那样秒睡啊。好啊。然后放在旁边的这个柜子也是在嘎谷买的。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看到这个柜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决定把它带回家。它就是放在我们家的沙发旁边。这个我觉得也蛮适合放在房间当床头柜。然后它是实木的，所以它刚送来的时候就有一股实木的香气。我这里面目前就是放一些杂物，对，就是因为我女儿她会去拿，所以就把一些杂物放在里面。第二层我是放口罩。它下面有四个角，就也是木头的角。然后它这个抽屉非常好推，就是很顺。它最上面这里是滑面玻璃的，所以它很好清。白色跟原木色最基本，它就是看起来很舒服，所以你要怎么搭配都不会错。看像我奶茶色的沙发跟这个柜子也是很搭，因为它都是大地色系，就是比较基本的色调这样。再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家的餐桌，也是在嘎谷买的。我们家这组餐桌呢，它也是实木的，而且这张餐桌超稳的。那时候他们配送来的时候，他就会帮你组合起来，他组得非常稳。这个餐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旁边这个角的地方，还有它桌子角的位置。它这个桌角是做这样子，就是蛮有特色的。因为我去逛他们展厅之前，我有先去官网看一下。我那时候本来是喜欢另外一张餐桌，但是后来实体去看就比较喜欢这一张。然后你看跟我在淘宝买的餐椅也很搭，这边长凳后面的两张都很搭，因为他们的配色就是白配木头，所以不管怎么摆都会很舒服。你看连我上面的卫生纸盒也是这样子，白配木头，这边也是，所以整体看起来就会很舒服。这张餐桌它一送来一打开的时候也是有木头的香味，很香，然后它非常的好清洁，目前使用到现在真的是很满意。这边还有一个餐柜，那这个餐柜是放在我剪片的这个房间里面，那它打开门出去就是厨房。然后这个呢也是我那时候去逛的时候第一个看上的柜子，我觉得超好看。你看它的配色看起来就是我喜欢的，然后它也是原木的。这个柜子呢我是打算要拿来收纳我的锅子，因为我有一些锅子是没有地方放的，所以就可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然后中间这边就是也可以收纳一些餐具，它里面都有这个收纳的，下面这里，对，然后也是很好推。这里还有一个位置，这边底下其实还有一个层板是这里的，对，但是我没有要装，是这里我可能要放一些我比较大型的锅具。那我现在要来收纳我的锅具还有一些餐具。垫这个布它是布织布，如果你是要垫在这种收纳的柜子，建议都买那种不会滑动的，对，但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那个已经用完了，然后我刚好有这个上次在宜得利买的这个一次性抹布，我觉得这个有点薄，对我来说不太好用，所以我就先把它拿来垫在这个下面，但是它就是会滑动，对，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就建议买那种不会滑动的。
现在已经整理完了，然后我上面这边就是白气泡水机跟滤水壶，因为我这边里面还有衣橱，旁边这边是衣橱，所以里面的话就不太适合放任何有油烟的家电。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大型的锅具，架子的话是之前在淘宝买的，有拍过开箱影片了，这样收纳就比较整齐，而且非常好拿取，我要做菜的时候直接这样拿起来就可以了。这边第一层就是摆一些厨具用品，小碟子，然后一些刀叉、刀子跟一些厨房用具。第二格就是摆一些我女儿的餐盘，对，这些都是我女儿的，还有一些碗。那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零碎的奶瓶的配件啊、奶嘴啊等等的，就放在这一格。最下面这里呢，是我所有的杯子、玻璃杯，它这一格就还蛮刚好，可以收纳得下我所有的玻璃杯这样子。最后这边我摆了两套锅子，奶茶锅还有 Modori 的锅子，这样打开的时候看也觉得很漂亮。然后后面的话摆了一个烤盘。我今天分享的餐桌啊，还有柜子，都算是我第一次买这么贵的家具。对，我之前都是买比较组合柜，像这种 IKEA 的，你这样子放在一起就真的感觉有差，摸也是有差，实木就真的比较材质好，但它相对价格也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它还蛮值得投资的。而且它就是一样实木的，会有一种木头的香味，然后一样纹路非常漂亮，非常稳。好，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餐厨柜，这个柜子我也非常喜欢，它配色也是很适合我们家。